奧地利出生嘅。 咁咧，佢係一個好多產嘅作曲家啦，喺30歲嘅時候咧，佢已經作咗150首歌啦。咁嚟緊會聽嘅首歌咧，就係佢26歲時候作嘅。歌名係《Hast dich geliebt berührt》。如果愛曾經觸動過你，在座嘅人，你點知道愛曾經已經觸動過你呢？ 唱歌嘅嗰個歌者咧，佢就會佢好似有個獨白咁樣啦。佢會話：如果愛真係觸碰過你，你會覺得自己好似行喺雲上邊啦。你可能會覺得突然之間對其他嘢冇曬興趣，淨係想即係做一件事咁樣啦。又或者咧，你好似咧突然之間有生命嘅冠冕，bling bling咁樣戴喺你頭上邊咁樣嘅。咁當一陣間大家聽呢首歌嘅時候咧， 唔知道呢首歌亦都可能喺你嘅生命裏邊觸動到嗰個 moment，令到大家都記翻起當愛觸動到大家嘅嗰一刻。